狼王报恩。1995年，我和弟弟坐上了往西江的列车，打算去那里做白姓的买卖。哥，等到了新疆，我们先去拜访一下我以前的战友，可以吗？好啊，你离开这里也有7年了，这次我们好不容易来这一趟，当然要让你们战友重逢啊。下了火车，我和弟弟租了一辆越野吉普车，向250多公里外的部队营区开去。弟弟他曾在那里当过兵，所以想回到原部队拜访一下战友。快到了吧？我们走了多久了？快了，还有几十公里的路。哦，怎么回事？车怎么停了？糟糕，车好像故障了。哇，糟糕，车真的坏了，弄不了了。啊，那样怎么办呢？这荒郊野外的不能久留，我们还是步行去部队吧，一会儿天就要黑了。这里是很危险的。由于吉普车突然抛锚，我和弟弟只好步行抄近路去部队。大约走了10公里时，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换上一轮明月挂在天边。什么声音呢？那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啊，是一只小狼，它好像受伤了。我们将它带到营房吧，在这里它会饿死的。好吧，先让它吃点东西吧，看样子这小家伙很饿的样子。看他的吃相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吞虎咽啊。哥，快走吧，这地方可能有狼。我感到有点不对劲的。狼，哥，我们俩快背对背，狼是专门从后面进攻的。母狼以为我们俩人伤了小狼，于是眼睛里闪烁着复仇的凶光，一步步向我们逼近。他这是在做什么？不好，他这是在召唤同伴。哥，快把你的打火机给我，把你的外套脱下来，狼群快要来了。没多久，我们面前又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灵光，仿佛是坟场上一团团忽明忽暗的灵火。快跑啊！但随着衣服烧尽，那群狼又纷纷围拢上来，并一点点地向我逼近。现在要怎么办呢？哥，是我害了你，让我们死在一起吧。但就在这群狼距离我们不到20米时，他们停住了。这时从狼群里走出了一只白狼，这只狼身材高大，前额上有一个灰色的倒三角形，一对铜铃般的绿眼闪烁着凶残的光芒。怎么回事呢？狼王，这是狼王，我们今天可真是彻底没有活路了。完了，他一定会扑过来咬动我的喉咙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奇迹出现了，狼王突然停止了攻击，还跑到我们俩面前1米远的地方，眼睁睁地望着我俩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没有扑过来呢？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雪龙，原来是你啊！雪龙，弟弟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事还得从7年前说起。7年前我在这里当兵的时候。卖小狼了，来看看啊！可怜的小家伙。老板，这只狼你要卖吗？卖啊，当然要卖啊。你要买吗？我以17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只小白狼。
并偷偷地将它藏在部队废弃的猪圈里，为它包扎伤口，还找东西给它吃。多吃点，要赶快好起来哦。这只小白狼很快地恢复了健康，我还为它取名叫雪龙。四个月后，我就将雪龙放生了。雪龙，你的伤现在已经好了，也该离开我了，回到你自己的家吧。走吧，以后小心点，别再被人抓住了。雪龙，没想到七年后我们又在这里意外重逢了。弟弟，正因为你七年前的善举，才让我们今天顺利脱险，是你的爱心救了我们啊。
弥陀佛。